中国一直都秉持和平发展的原则，致力于建设自己的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奈何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些年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现在，美国又借口气候问题向中国发难。在中美双方会晤之前，美国就先发制人，在国际上制造各种舆论声势。既然如此，中国就只能坦然面对，迎接挑战。据外交部消息，9月1日中美气候磋商在天津如期举行，王毅应邀与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进行了视频会话。在这次会谈上，王毅外长又给美国布置了两个作业。面对克里，王毅对中国的政策和方针做了全面的介绍，指出中美是两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合作既是两国唯一的选择，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中美过去在很多重要问题上展开过有效的合作，给双方都带来了好处，所以只要相互尊重，中美可以继续合作共赢。接着王毅又指出，中美关系出现恶化，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美国对中国产生了误判，把中国当作对手，在全世界围堵中国，造成了当前的困境。针对这个问题，王毅给美国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停止将中国视为威胁和对手，二是停止满世界围堵中国。值得一提的是，王毅外长在会谈上坐姿十分轻松，可以说尽显大国风采。美国拿气候问题向中国施压，既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也是考虑到当前美国外交上能出招的领域已不多，不得已之下的选择。美国试图用气候问题在中美关系上取得突破，而王毅外长则是游刃有余。毕竟王毅外长在今年已经两次与美方高层交手，对于美方的各种招式，王毅外长早了然于心，所以能够处之泰然。相比之下，克里就显得有些局促。中美双方的表现从某个方面很好地体现了两国在国际地缘实力上的变化事态。首先，美国已经丧失了以前的自信，对自己的前途开始有些担心了。在上届美国政府执政之时，美国人对于自己的国家实力、制度优势还是相当自信的，所以特朗普敢于喊出美国很容易赢这样的口号。当然了，现在美国很容易赢已经成了个笑话，美国国内也逐渐接受了美法单方面一直向中国提要求这一现实。在意识到这现实之后，美国民众一下子又从极度自信为的担忧，人们真正的开始把美国制度可能存在缺陷这一说法当成了一回事。在此前，人们更多的是把这当成一种理论探讨，而现在这一说法成了一个真正的问题。其次，中国人比以前更有自信了。就在几年前，甚至是一年之前，相当多的中国人在面对美国时都是不自信的，特别是特朗普刚上任之时，面对特朗普发出的威胁，国内很多专业人士都一片惶恐，对中国前途的忧虑之声四起。但随着中国在经济上全面挡住美国带来的压力，在芯片等高科技行业又守住阵脚，中国人的信心大增。再加上这一年多来美国抗疫失败，经济疲软，美国政府束手无策，中国各方面的优势开始显现，人心逐渐稳定。最近美军从阿富汗撤离时的混乱让全世界都大跌眼镜，美国形象再次遭受暴击，而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主动权。因此克里的访华之旅早已丧失了美国以前那种动辄对他国颐指气使的嚣张气焰。其三，现在也到了美国在气候问题上求助于中国的时候了。从中国的角度来讲，中国当然非常关心气候问题。事实上，这些年来中国是在气候问题上兑现自己对世界的承诺做得最好的国家，远远超越了所有西方国家。而且中国在与气候问候关系密切的风能和光伏还有新能源行业大举投资，取得了重大进展。同时卫星照片也显示，中国是主要国家中环境绿化改善最为明显的国家。不管美国承不承认，美国当下在气候问题上是有求于中国的。美国民主党的政治纲领要求拜登政府必须在气候问题上做出成绩，拜登上任后很多承诺也是关于气候问题的。
拜登早晚都得面对气候问题，不可能永远躲下去。但是解决气候问题，就涉及到美国国内一些行业的调整，这个方面必须得中国的产品、技术支持。既然需要中国的合作，美国就难以一直保持自己的高姿态，所以当下气候问题，倒可以成为中美关系改变的一个切入点。一方面，美国遭受一连串的挫折，不再像过去那样，试图以强势的姿态压服中国，这让双方的合作成为了可能。另一方面，气候问题受到美国国内意识形态的干扰相对较小，这有利于双方洽谈具体事情。会上王毅说的一句话，尽显大国的外交智慧。王毅表示，美方希望将气候问题变成中美合作的绿洲，但是如果在其他领域的关系都是沙漠，那么气候这片绿洲最终也会沙化。中美气变合作不可能脱离中美关系的大环境。美方应与中方相向而行，采取积极行动，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美方只想在气候治理领域与中方合作，这是行不通的。王毅表示，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也是国际社会的殷切期待。中美曾在双边领域以及气候变化等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开展了富有成果的对话合作，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带来一个重要启示，即双方应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互利共赢。王毅说，近年来中美关系急转直下，大幅滑坡，面临严重困难，究其原因是美方对中国做出了重大战略误判，解铃还需系铃人，现在球在美方一边，美方应停止将中国视为威胁和对手，停止满世界围堵打压中国，应重视并积极回应中方提出的两份清单和三条底线，采取实际行动改善中美关系，不能旧账未了又添新账，应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开展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协调合作，不能只搞单行道。这是克里今年第二次访问中国。4月14日，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就到访上海，他也是自2019年7月份以后第一个来华访问的美国高官，这在当时也被认为是中美两国外交关系的破冰之旅。而拜登政府先是促成了中美两国二加二会谈，后是多位美国高官先后访问中国，被认为是因为美国陷入到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之中，所以希望和中国缓解贸易冲突，希望在中国帮助之下争取更多时间和精力完成全球战略重新部署和疫情后的经济恢复。前段时间，美国副国务卿舍曼刚访问了中国，现在克里在今年度第二次访问中国，并且还有消息说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也有可能在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择机访问中国。美国似乎在释放积极信号，但这并不代表中美两国高层交流会彻底恢复，毕竟美国对于中国的对抗政策哪怕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停止过。所以克里刚到天津就收到了下马威，王毅采取视频会见的方式，且在会谈中却不断谈及中美关系，就是告诉美国必须要学会跟中国打交道，不论是谈气候问题还是谈中美如何相处。最后，中国愿意接待来访的美国高官，就代表中国愿意和美国对话，但前提是美国必须尊重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利益，中国不会在原则性问题上对美国让步，这是底线。今年中美高层之间已经举行了两次面对面对话。3月18日，杨洁篪和王毅同步林肯、沙利文举行对话。对话期间，杨洁篪当场强调，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中国人不吃这一套，我们把你们想得太好了，我们认为你们会遵守基本的外交礼节，所以我们刚才必须阐明我们的立场。我现在讲一句，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7月26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峰在天津与来华访问的美国副国务卿舍曼举行会谈。谢峰表示，美方扬言要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对话，实质就是居高临下，仗势压人。这一套在安克雷奇行不通，在天津更不可能得逞。对话就必须相互尊重。